主料低筋面粉140克鸡蛋3个牛奶250克黄油70克鸡蛋黄2个辅料汤50克盐 0.25 小勺水130毫升准备时间10分钟内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用餐人数1到2人考试答馅部分蛋黄2个糖50克我觉得有些甜了40就差不多了低筋面粉30克牛奶250克泡芙部分低筋面粉110克鸡蛋3个水130毫升黄油70克盐1/4小勺将蛋液加糖用打蛋器打匀将牛奶倒入搅拌均匀将低筋面粉破筛加入搅拌均匀用小火慢慢加热熬成粘稠状要不停的搅拌之后封上保鲜膜入冰箱待用泡芙部分面粉破筛待用黄油切成小丁放入锅中加130毫升的水用小火加入至沸腾将腌和破筛好的面粉迅速加入捣好的黄油中搅拌均匀分三次加入鸡蛋搅拌成光滑的面糊将面糊挤到烤盘上我没有大的圆形挤花嘴所以用了这个小花样子的事实证明这样也是可行的烤箱预热190度烤箱中层20到25分钟烹饪技巧用小火慢慢加热面粉的时候要不停的搅拌如果喜欢本视频请订阅本频道。